挖掘敌心，挖掘敌心，挖掘血汗，挖掘血汗，工人要加薪，工人要加薪，挖掘罢工，挖掘罢工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，挖掘罢工，挖掘罢工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，谢谢。华捷工会罢工宣言，我们准备用工作权为赌注打一场仗，这场仗要挑战三个人。第一个敌人是无良的资方，华捷公司是华航公司与太古集团合资的一家公司。华捷在2012年税后盈余4306万，2013年税后盈余5073万，2014年税后盈余5214万，但公司只告诉我们过去常年亏损，只告诉我们劳基法没有规范，雇主一定要帮劳工加薪，只告诉我们华航集团子公司每年只能调薪1.5%，是内规。我们赚到了利润，但企业不肯分配给工人。第二个敌人是黑心的政府。华捷公司全部有130位员工，其中外籍劳工就有40人。这就是政府让劳动市场失去短视的结果。华捷公司创造以来，外劳人数节节增加，而依据行政院派遣法草案，华捷公司还可以增加20名派遣工。难道那一天到来时，华捷公司会帮我们调薪吗？第三个敌人，那是习惯被压迫的我们自己，也就是不敢挑战剥削处境的台湾劳工。我们总是拼命加班，希望换多一点钱，结果工人在工厂工作到13个小时，却仍然穷困。我们期待资方主动调薪，结果过去15年来，华捷只提高过2次工资。政府讨论基本工资时，我们没有出去抗争，现在仍旧领着2万元上下的薪资，所以我们喊出拒绝再被剥削。还能发出声音的时候，华捷工会与上级工会、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已经筹备超过1年，准备一场罢工抗争。如果华捷工会赢了，希望更多台湾工人可以看到罢工是可能的，并且团结与组织起来，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如果华捷工会输了，也请台湾工人的认清，在无良资方与黑心政府联手创造的现实处境下，现在工人调薪只能期待资方的施舍，尊严仍然遥远。请台湾的工人祝福我们，声援我们，支持我们。